兄弟们好，愉快的网吧通宵之旅，哎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现在的话是早晨的7:45嘛，哎，马上8点了。嗯，动图的话也没了，哎呦，还有的动图，别浪费啊。啊，爷爷抽没了，现在时间差不多了。哎，现在外边的天都亮了，网吧也没多少人了。哎，我也该撤退了，兄弟们，走了，看一下上了多久了。哎呦。哎，哟，上了11个小时吧，好，多少20分钟，上了11个小时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马上继续干，兄弟们，马上继续。哎，嗯，哟，还有点，嗯，哎，现在抓了，马上继续。贝贝，小笑的，现在的话。先有螺丝刀呢，我先拿螺丝刀。我现在刚回来，我怕睡醒了又太晚了，然后我把这个车牌弄下来呢，弄在这，我看厚不厚啊，好不厚，偷眼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哦也是薄的，那又好偷，好吧，拿螺丝刀先给它拧下来。现在车牌已经弄下来了。哦，这个东西上火烧啊，老难弄了，我的天，车牌差点玩折了。嗯，现在的话就准备在这偷了个2个月，哟，偷完了，刚偷了2个月，好吧，大家稍微向隔壁偷了2个月，好嘞，现在上到这儿就行了，好吧。标准不在这儿，哎，太完美了，兄弟们，太完美了。嗯，哎，上班。哎，很完美呀，完工收活。先把帽扣上，好吧。哎，不好扣嘛，哎呀，一个手拿手机，一个手拿着都不好扣。哎，好了，现在基本弄好了，就这样就行。太完美呀。哎呀，收拾睡觉了，又是一天。哎，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哎呀，准备上床睡觉。哎呦，把鞋的话，这不是旁边有个缝嘛，然后把鞋藏到这儿，正好盖的也不臭。哎呦，上床。哎呦，这咱的小窝舒服吧？哎呦，关门。哎呀，很完美啊，太帅了。哎呀，盖上被子。哎呦，睡着觉有可能在地下停车场，还没有阳光嘛，没有阳光照射，挺阴冷的。嗯，要忙完了几点了，兄弟？走。哎呀，哟，现在是8:10。说快意的话，哎，也没啥快意，愿意刷会手机，好吧。睡醒了见吧，兄弟们，晚安，马卡巴卡。